那几轮到第二棒的刘展佳，一垒跑得走啦！哇，被抓到了，现在在一二垒中间要造成夹杀，这个夹杀把一垒的跑者给触杀出局。这球投手很成功，故意停顿一下子之后呢，退开投手球，然后造成了一个夹杀。那跑垒者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看投手的动作，还没启动他就想要偷跑。 如果这个节奏是投手往本垒投的话，这个盗垒成功的几率很高。